사랑 in the stars tonight. So watch me bring the fire, set the night light. 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the brow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OK， 然后咱们最开始的话，咱们是学的咱们救国的动作，它是身体冲后，左脚偏前一点，对于自己来讲啊，所以左脚实际上对于舞台来讲是偏后的这样一个动作。然后一开始两个慢慢的跟着音乐一起，一二三四的时候往上举的时候，就是食指伸出来，然后慢慢的往上，四拍时间到达你的脸侧，然后五六七的时候是到正上方，这个时候的救国一个小的形状是看着自己的手往上走的，然后第八拍的时候一个跟着音乐节奏一起。 晃一下你的手腕，OK，然后紧接着慢慢的，同样的拉下来的时候，咱们手就不一定非得说是食指伸出来了，慢慢的放下来就可以了。后面五六的时候，放下来的速度是快的，四拍就放下来，然后五六的时候五六，这个地方好像就招呼其他所有人一起上台来跟他一起跳的这种感觉啊。右边招呼一下，第二跳的时候，把手直接收回来，然后后面这个地方它是自己一个 solo 的小动作在里面。这个地方它虽然自己做的这个动作，但实际上啊，这个地方是没有音乐的，所以大家这个动作可有可无。 如果你自己能卡住那个点的话，咱们就自己在七大拍上自己去顶一下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实际上就是大 臂张开一下就好。OK， 这是咱们头两个拍的动作，接下来咱们尝试跟一下音乐。